上课。我是今天你们的生理老师。领证了吗？领了呀。110什么意思？110的意思就是中间有一个一0.5，就是跟对象说自己是一，然后背地里大量做零。是这个一。这和101的还不太一样。101。只要我速度够快，你就看不到。一周几次？抽什么呀？爆珠，爆珠。可领证吗？中国不是在中国领的呀，我们是在哪里可以领证啊？台湾领的证。会自我反省，是不是生病了？不急丢。我不做一了，你来吧，这时间真的。